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的小小噩梦哈、哦，继上一集呢，我们呢玩到了就是离开了这个很像监狱的地方，上一集可能是序章吧，那我们这一集搞不好是第一章也说不定，好吧，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我们成功的逃离这个很像监狱的地方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平台，然后我们这个穿羽翼的小精灵呢，继续的往前前进，忘记点这个 F 啊 ，F 是拿来打火机用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照亮我们微弱的生命。当你害怕的时候，可以点击你的打火机这边居然有路可以走这边跟上面有什么差别啊？我还蛮好奇的。我们来左边看一下，有小人，别跑啊！小人跑走了，怎么不见了？别跑啊！哇，哦，这可以打开好酷哦！啊，这个呢？都可以开好好玩啊！哇，这个游戏呢，它并不是一个路线直接冲到底的，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路线都怎么讲？乱七八糟吧，应该是说一下像刚刚嘛，一下有上面，一下有下面的，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你该往哪里走，你知道吗？点一下，在这边算及格路好了。到这里就没路可以走了，可以往回跳吗？算了，走这里好了。来哟，我们可以推这个椅子，看看会爬上去。我们用这个椅子看会爬到这个上面好了，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的样子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抱歉，答案是不行的，我们还是往这边走好了。不要推门，不要推门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铁门等下重点，这个铁门没有作用啊。算了，哇！等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往回走那个铁门，刚才往上拉了一下？不明白。算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是怎么解的。我们还是继续解我们的祖先任务。这边有一个这个。这是不是要把椅子推上来啊？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把椅子推上来？想太多了。真的不知道爬这到底用意是什么。OK。大家都跑了。这边是不是有人啊？我们来爬马桶。管子可以爬吗？不行。可以爬这个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爬这个，那边有一把钥匙。等一下，重点是，我居然上来了，我超强的，我怎么弄的啊？为了那把钥匙。按住。好，掉下去。碎啦。盖什么东西？这样会不会有人来？这里可以推哦！我的天啊！那这边一把钥匙到底是干嘛的？我们知道用这个来当那个踏板的。我跳。好酷哦！有人来了！救命！我听到地震的声音了！有人来了！躲！是不是有人来了？没有人来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我上来了！我懂了 ，I got you， 吃你的卫生纸啊！来，这个我要。碎，拿到了一个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三个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然后往右边跳，好像也没东西了。
明仔再嫁过来。哦，水，跑到这边来了，有什么衣我是不知道啦。哇，抓鞋子，这个很会啊！救命啊！哈哈，啊，完了，我要被困在这里了。啊，不会痛吗？我都觉得很痛了。好了，拿着我们的钥匙离开这里吧。Hello， 这个钥匙是我的，你们休想跟我抢！啊，原来在那里啊，早说。嘿，丢钥匙的动作超可爱的 ，so kawaii， 故意把锁弄设这么低，这是故意的吧，大哥？专门给我们这些小人通过用的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喂，这按钮怎么弄？哇哇，我居然成功了，哥居然成功了！哇，随便弄的呢，我的天啊，电梯来了，电梯来了，好玩好玩。我们来解放小人，这里面应该有小人住在里面吧？可以拉吗？不行哎，我以为是可以拉的。那边也有一个按钮，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那个再按一次啊？来，我要按住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丢，碎，哦，这样电梯就动了，有木有？哦，躲这里最安全了，我很害怕 ，I scary， 傻惊诶，好，小屁孩历险记，哦，应该不会有人来吧，怕怕的，没关系 ，Monkey， 你可以保护我的，对不对 ，Monkey？啊！我才不想理你呢！你不要抱着我，你走开！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要抱着你。哎呦，咳嗽！啊，我的肚子又饿了。猴子，我要吃你！啊，不要吃我！啊，这个过不去吧？这过去应该早死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要饿死啊？这游戏居然啊，轻而易举就被饿死了。好吧，我看一下我们能撑多久。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希望那个小孩子可以再给我吃他们的食物，不然的话我真的不行了。我靠，该不会真饿挂地上了吧？然后游戏就结束了，不会吧？是有多饿啊？哎，那是死老鼠吗？哦。有老鼠肉，快给我肉，拜托，我快不行了，哦，快给我肉，啊，太好了，好吃。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哇哇哇哇，这是陷阱，对不对？这绝对是陷阱。Oh my god！ 超级大陷阱，哎，我的天啊，被抓了。啊、他们抓这些到底是干嘛的？那里面是人吗？哎、欸，那些是不是跟我都是同类啊？哦，那些人是不是都跟我是同类？然后他们专门抓我们这些很像小精灵的东西啊、欸！我醒来了，填饱肚子的代价就是被关在里面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哎呀，水！谢谢大家，我成功逃脱出来了。我来看一下周遭，我们要不要救自己的同伴啊？结果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踏板。抱歉了，兄弟，我没有钥匙，所以说我们只能救自己了。来，成为我的踏板吧。好，我们拉一下，会不会拉一下那个门就打开了、啊？怎么用？哦，有了，还真的嘞！
那在这个之前呢，我要先去看这边一下。啊，这边应该有东西可以拿。哎，点火，碎，点一下，点一下。这里有什么？哇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这待会可能是逃出去的地方吧。好，我们待会再过来。我们先把那该死给拉开。啊，所谓的羊入虎口就是这样来的，好不好？明知山有虎，偏要往虎山行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有三二一啊！是不是？喂！哎呦呀，碎了！然后呢？这里没路可以走啦。我爬水管是吧？爬水管不行。他没告知我要怎么该怎么前进了，对啊，完了，我被关起来了，谁来救我？我被困在这里了，爬这个啊，果然是这样，没错，爬上来了，嘿，哟西，我们看一下浴缸里面有什么？哎、欸，这里好像也是可以躲藏的、欸，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。哎、欸，这么一个蜡烛可以点吗？哎、欸，还真的可以点呢、欸！哇，虎头铡，想吓死谁啊？哎，哎呦，好险哦、喔！差点就看到我阿公了。好，继续。呜，这里是不是有敌人？快快快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？他怎么上去？不是要这样跳啦，我要往上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大哥。哎呀，算了，不想理他。呜，哦，那是什么？他们在包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那是活人是吧？把他吊起来、欸！哎 ，Oh my god！ 嘿嘿嘿嘿，我靠我靠，那个。该不会被发现吧？我闻到味道了，干死定了，死定了 ！Holy shit！ 妈妈，不要！救命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蹲，蹲。走路的声音被他听到，还是闻到气味的样子？啊，我们只要躲这里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收卡哇伊啊，不是。So kawaii 哦，不是卡哇伊，那是可爱哦 ，kawaii 呢 ，kawaii 呢，哎哎哎哎哎哎，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 ？Oh my god！ 我死定了，机器，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救命啊！看怎么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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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怎么看呀？拜拜，嫩。哎，你现在打开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打开是什么意思啊？快点，快点，装上去，装上去，装上去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开门！你在干嘛啦？快一点呐！等一下他要来抓你了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这家伙要来了！哇哦，哇哦，哦，好，你家在啊，差点怎么死都不知道了。嗯、啊，人家是长腿叔叔，你是长臂猿叔叔。哎呦，哇嘞哇嘞哇嘞，哇嘞哇嘞哇嘞，长臂猿叔叔啊，好一个长臂猿叔叔！最好是这个地方会有行李箱啊，怎么塞进来的？上面吗？啊！无眼，来继续点我们的火。哇，好多鞋子哦，不愁吃不愁穿的鞋子。好，我们来了。我靠，一堆鞋，这是鞋子工厂是吧？鞋子工厂是吧？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鞋子不满，呜 ！Oh my god， 这里下面，给给给，
干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地底藏了什么鬼玩意儿啊？太夸张了！啊，要死了！我靠！这游戏实在是不能用正常逻辑思考啊！这什么鬼物件啊？这是什么鬼啊？穿山鼠，老鼠是不是？穿山甲神奇宝贝哦！哦，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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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快点快快！好的。那我要怎么过？拜托，我现在想办法。他一定会从下面冲上来嘛？快点快快快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好家在。然后呢？右边吗？右边哪跳得上去啊？上面都不行啊！我们现在只剩右边的路可以走了、啊。哇，不是一件很好的现象，你知道吗？这也不能拉。Fire！ 哇，故意从这么远的地方过来，来得及的。拜拜 ，None。我们要走了。又过了一个关卡了，又过了一个关卡了。这干嘛？装水的。发生什么事啦？快跑哦！哇，你居然来啦，大哥，大哥哥。大哥哥不要啊！大哥哥，大哥哥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大哥哥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我来了，笨杰哥，快快快快快！等一下，我错了，我爬上来干嘛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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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救我！啊！来呀、啊！你这个长臂怪咖，我脚超短的、欸，脚超级短的、欸，那、啊、不就好加在他看不到？哎哎哎，你想干什么东西？干我死定了！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哎呦，长得超恶心的，那、啊、不就好加在他看不到？啊，不然我可能就是绝对被他抓到哦！三角锥，三角锥，大大门跑出去了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得救了，算是勉强得救了。哇，这里一堆玩具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玩具的功用是如何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大概懂这是干嘛的。先点一下火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门可以打开。铝罐 ，jump。嘿嘿，这里耶有没有按钮？这里也是没按钮的啊。会不会冻在这个下面？我们把它推开好了，推不推得开？下面有没有洞？哎、欸，有啦，果然有洞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上面。哦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们拿这个下去吧。不是你，走开。哎呀！我虽然不知道我拿这可以干嘛就是了啦，啊，反而把它带在身边是不错的选择。哎、欸，三角锥、欸，哦哦哦哦，我、哦哦、现在还看得到哎、欸，那边也有一个，哇，跟他同步，他应该不会看见我吧 ？Hello， 抓我啊！哇，他抓那些东西做成玩偶，是吧？他拿什么汤匙？拿汤匙要干嘛？他干嘛？不知道他干什么东西就是了。这些玩偶都是他做的，是吧？他把我们全部做成玩偶，对不对？屁啦，想太多了。我以为这用得到说，糊弄我啊！算了，往上爬好了。丢！哎呦呀，这个听声音的家伙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、欸，不要 ！What the fuck？ 这也太难了吧！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用这个声音过去，是不是？
他就会听声音走过去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是机智啊！过来过来过来，现在，呜呜，那那那那那那啊！很有可能会踢到，靠背啊！妈妈妈咪啊！尝试着把它丢远一点，丢。干什么东西？快点快点快！在现在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次大成功大成功大成功啊！还来不及了呢。果然就是要完全的抓到，不能有任何的 delay。然后这怎么办？把他推下去。哎哎哎，大哥，会害死人啊！等一下，这怎么抓啊？左边推不对吗？好，我以为是要把它推下去，啊，直接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过了那个该死的鬼地方了，非常好。继续继续，哦，看不到哦，开灯哦，感觉他们等一下，感觉他会出来抓，哇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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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什么来头？陷阱吗？这又是什么来头？哇，可以躲在这里伪装哎！我的天啊，这又是什么来头啊？谁可以告诉我吗？算了，赶快把门推开。推不开，可以。我靠，最好是啊！啊啊 ！What the hell？ 他是发现了。哦，他听到钟声，他会受不了。可是重点是，这个钟声是怎么来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啊，走过去了、欸。哦，他钟声是有一定的旋律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等、他来抓我。哎、欸，大哥，我隐藏我自己也有错。快响钟啊！乱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要动！被发现了啦！赶快响钟，快点！趁现在，快点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快响钟！快响钟！快钟响！快钟响！快点！还不钟响！你这个王八贱人！呜、哦！靠背啊！靠背啊！呀、啊！哦，刚好有钟响，太好了，完美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，全部都在我掌控之中，好不好？真的啦，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啦，没问题的啦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一不开门是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往上爬好了。我靠，这个钢琴掉到这里是做什么用的？为什么要把钢琴放在这个地方？点火，存个挡线。哦，差点就踩到钢琴的声音。水。哦，书本掉下来喽！长臂叔叔，长臂叔叔出现了。他到底是多能爬、啊，上山下海这样子。哇哩嘞！那边就要一个三角形扳手。才有办法转动，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可以有开关这个样子。他走掉了，他走掉了，他走掉了，他走掉了。他应该是不会走过来吧？他应该是没看到我吧？没有错了。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这里要怎么走，爬这里吗？
啊，那个扳手到底怎么办？哎，不要闹！好，我们先点一下火，这边应该是个记录点之类的，这样他绝对找不到我啊！不用讲，绝对找不到我。Oh my god！ 摔死了！我勒！啊！啊 ！What the hell？ 来放这里，我们是勤俭持家的好男人。干死定了！不要啊，大哥！快点，快点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他是不是来了？再见，再见，小王八蛋！靠，原来在这里啊！我的天啊！这是要怎么过去啊？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大概知道怎么解了。来来来，开一下电视机。按按钮啊！啊，有了！呜呜，快点哦！等他来，等他来关电视。他一定觉得很吵，是不是？呀、啊，没听到，没听到！快点，快快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这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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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现在。快点啊！快点！想点蜡烛，表示点一下应该不会怎样吧？好了，顺势点蜡烛走人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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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耶，这个噪音他听不清楚，所以啦，大解密大成功。好，这是开哪里的、啊？开右边的、啊。哇，被他听到了。快点！快点！这家伙来啦！呀！快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荡过去，荡过去！哇！也是大胜利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这蒸汽怎么回事啊？不要理这个蒸汽了！哇！到这里发生什么事都没有，这拉得到吗？我拉不到。好，这里又是一个新的解谜地带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这样子就死掉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不要动。嘿，爬上来，然后上面飞奔过去 ，jump， 碎了。Oh my gosh！ 靠北。孔明的陷阱，超级大孔明的陷阱。好啦，我觉得呢，啊，哥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。啊，那之后小小梦又会怎样呢？应该待会下一集还是会被我们的长臂叔叔所追击啊。那么今天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小小梦再见了，拜拜。